欢迎回频道，我是小峰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叫做新的环节是黄花咬狗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环节呢？就是方便以后我跟大家讨论一些东西。以后我们的频道将会变成谈话性啊，比较生活这样子的。虽然是这样子啊，不过我们的教学视频还是继续下去了。然后今天我们谈的 topic 是我们的频道要换名字。为什么我们的频道要换名字呢？就是因为其实当初我起小封面仔 Crazy Baby 这个名字，是为了专注是在 gaming 的频道。可是你们可以看到 overall 我的频道是很少 gaming 的 video， 因为讲真的，我不是很适合做 gaming video 那些，所以我在来临的11、12月我会开始做 vlog， 每一天 vlog 就两个月啊 ，test 一下效果如何。然后我也会在10月将会购买我第一台相机啊，然后也会有开箱，所以敬请期待。然后今天我们谈的改名字，我们要改什么名字好？我自己有想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听过 Shenlim TV 啊 ，Shenlim TV， 然后 Joshua Real Life。然后 Cody Home TV， 然后猫猫 TV， Hand Hand TV， 全部我比较喜欢看那些，因为他们的 video 是大概属于 vlog 的这样子。然后我的频道也应该会改成 TV 什么什么 TV， 我想到是 Joshua Chong TV， 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你要我改什么名字。希望我们成功改名字，然后也改我们的频道的那个频道的倾向啊，这样频道倾向是什么啊？好像讲游戏啊，或者是休闲啊，或者是生活。我应该是生活跟休闲这两个，还有教学影片哦。所以今天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的广话有广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